层是属于棉质，但它是比较厚棒棉质，里面有刷毛。然后呢，它一样是扣子给大家。然后我觉得最好看是侧面，侧面它就是有撞色的感觉，手袖到你看到灰色的地方全部都是刷毛，后背前面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再来，它是做这种整个棒球，如果你真的会冷，外面还可以加衣服，或者是里面可以加帽 T 拉出来，也非常非常的可爱。后背的话，我觉得就很经典啦，就是每年大家都一定会喜欢的丹宁牛仔，搭配我们呢非常非常流行元素的一个外贴设计哦。好，长度大小 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穿。